要下单跟金标当属第五，二名夫妇当属第六，那三团法人大家订单叫大甲镇南沟为台湾妈祖信仰代表，尤其每年大甲妈祖绕境更是世界三大宗教活动。大甲妈祖呢，其实是福建莆田湄洲人林永兴向湄洲妈祖主庙分领一尊天上圣母神像香火，移民来台与大甲定居，原本供奉在林家。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信众纷纷参拜，经由林永兴同意，地方士圣为之建祠奉祀。1770年改建名为天后宫，1787年重建，由大甲真司钟敬亭继世承袭。来，大甲镇南宫，我们的分灵号台中朝圣宫，我们也欢迎。来，有信用，来，咱有信用，有警车，欢迎在咱大甲镇南宫天上圣面驾乘的轿车，欢迎咱的头旗、三星旗的队伍人员，咱的绣球队的人员，也欢迎咱泰州团的工作人员，再次欢迎，来自咱台中大甲镇南宫。今日当当主会由咱杨清标当主教，带领着咱的大家镇南宫的团队，莅临咱今仔日国台湾妈祖文化节咱会休的现场。是，咱的这分灵号台中朝圣宫的李焕祥主委哈，咱的主委嘛李林浩在请的破声来用迎。欢迎咱台中朝圣宫，咱欢迎咱本厝天上圣庙，大家指南宫天上圣庙，来个咱团会休的队伍的人员，欢迎咱的救生车，欢迎咱的救援队，欢迎咱的人员，大家辛苦，大家辛苦。咱朝圣宫吼，嘛就是咱大甲镇南宫的分灵啊，会使讲今日嘛就是着咱北台湾妈祖文化节，甲咱上大的鼓励，啊，非常感谢哈，非常的感谢，因为有咱注意，一定着咱做委员吼，都会使增加公测，嘛希望咱做好朋友、乡亲、好友来迎接咱妈祖的进场。来，我们谢谢台中朝圣宫所有人员莅临哦，谢谢你们远从台中上来参与我们这次2018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天后相逢桃花源，再次呢代表慈务宫谢谢你的莅临，谢谢。再次欢迎呢，来自台中大甲镇南宫，由咱台中朝圣宫所来担任的队伍，担任的这个休息队伍，有咱的救生车，有咱的三星旗、绣球队。太祖团、太祖万岁、甘蔗公享书，那个太祖团的队伍来伫咱会场做场内做表演，后面来欢迎咱的中医团，天气热是容易流为中分，以及咱后面天上圣庙的软架，再次欢迎咱大家镇南宫，以及咱台中朝圣宫的所有工作人员，欢迎各位，大家今日辛苦。朝圣宫中医团，咱个工作人员来恭迎中医团，千里眼是农民以为将军，莅临咱会休的会场。咱个中医团嘛，就上进前吼，千里眼佮顺风耳将军啊。希望咱个保庇咱所有现场朋友吼，拢会使吼听清楚，嘛会使看有着。哦，拢好，但是拢伫你的身躯吼，来做伙来迎接啊，咱的台中朝圣宫吼，中医团，还有咱的妈祖，后边欢迎咱社科团的工作人员，社科团的工作人员来担任咱天上圣庙朝圣扫街的任务，恁大家今仔辛苦，再次诚心恭迎，大家镇南宫天上圣庙，啊，千里眼顺风耳以为将军。啊！再次感谢咱各大党首长，带领咱党干事会，以及咱精彩劳力的队伍，参加咱本次的会议哦。咱嘛提醒吼，咱所进留咱的工作人员吼，会记吼，正头的便当要记得领取哈，来提醒大家哈，提醒，谢谢。
咱的廖信忠文啊，新兴号来到咱这个北台湾妈祖文化镇，受到咱这个东主侯公的邀请吼，哇，会使讲吼，咱反对进出，要甲咱今仔日咱的2018北台湾妈祖文化镇来有个上闹热、上天性的祝福。现在时间呢接近中午，那请公庙人员呢派代表来领取你的便当哦，记得领取便当。那我们的服务台这边呢有工作人员协助大家领取便当的事宜。是哦，那里顶头吼有主席。再次来欢迎咱台主台中大家林台中，为咱台中调线中一同来参与技术团，参加技术团。再次欢迎大家，大家辛苦，大家辛苦。我们呢，九千个团锻炼在咱的大家平安中，当正所谓关当初，在咱天朝社会上大力的维持哦。咱的节目一点在播放下，锵锵来中央。大家平安哟，天上却没有限的。欢迎为大甲镇南宫妈祖。我们代表慈护宫呢，再次谢谢我们大甲镇南宫的莅临哦，非常感谢你们。从台中呢北上桃园参与这一次天后相逢桃花源的活动，再次感谢哦，谢谢谢谢。来，感谢吼，来台中朝圣宫吼，那就是咱大家的南宫，咱的妈祖本灵吼，感谢咱注意，感谢咱所有委员吼，将咱付出一份，感谢，谢谢。欢迎大家的南宫，天上圣庙圣驾，莅临北台湾妈祖文化节，天天雄风特会员，会庙的现场，啊，再次感谢咱文大宏当处长。叫咱台中朝圣宫主委的团队，带领着咱所有的团队人员队伍，来到咱桃园参加本次主佛宫所主办天后雄风特会员啊，北台湾妈祖文化节会场，再次诚心恭迎大家天南宫天上圣庙圣驾，恭祝天上圣庙神威显现，庇佑万民，佑恩万里。继续由着咱同样主委所来锻炼啊，居然庆。